Mandar. Mandar, mandar.又干嘛？这，他到男装店干什么呀？是吧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来了。走吧。陆阳4年前入职井上基金公司，一直跟着许攸宁干活。听说两人关系不一般，许攸宁死后由他接替了许攸宁的相关工作，但职位还没有变动。其他的呢？邱志坚，井上运营总监，公司实权人物，也是许攸宁的直属上司。两人关系不明，但邱志坚在公司口碑不大好，有名的欺下媚上，心狠手辣。据说他有个女儿在国外学音乐，很少回国，但邱志坚每年都会出国去看他。方建设，井上董事长，大 boss， 为人低调，深居简出，喜欢出海。怎么不接啊？高俊这么忙的人，怎么能随时随地接电话？我朋友在你们这儿住，我能不能把大衣暂时寄存在你们这儿，让他自己过来取，可以吗？请问他住哪个房间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高俊，住……我还真不知道他住哪个房间。那您跟他先联系一下好吗？喂，高俊。刚刚在和客户谈事情，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我给你买了一件大衣，我就不给你送上去了。你抽空下来到酒店前台取一下吧。对了，你住哪个房间啊？你来酒店了？是。大衣别放在前台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来，好吗？好吧。坐吧，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不渴。你要出去啊？嗯。那正好，穿这件大衣吧。也不知道你的喜好，就按照原样买了一件。这牌子很贵的。